小娘们儿叫什么来着？玉国公主赵鱼。你说她好死不死，偏偏这个时候死了，害得咱们哥几个都没地方能喝花酒了。就是。哎，我听说那小公主赵鱼长得倒是美若天仙的，嘿，可惜了，死了。那小娘们要是落到咱们哥几个手里啊，那还不……哎，干什么你？你说什么？啊！敢打我啊！知道我是谁吗？给我打！打我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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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伤的倒是不重，只是以后万万不能再喝酒了，酒毒攻心，会出人命的。是我疏忽了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哥，公孙先生已经用银针帮你把体内的酒毒给逼出来了，你吐完以后会好一些。这样，我去柴后厨煮点红糖水，煮好让人送过来，喝点会舒服些。哦，多谢公孙先生，我送你。哥，哎哥，你躺着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不能，你不，哎，你不能喝，你别喝了。怎么没有酒啊？小七，拿酒去。你再喝的话会死的。你本来就该死了。我本来就该死，我该拿命。小月不该死，你能不能振作一点？我以前认识的苏兄，心怀赤子，气若浩然，是一个为国家、不畏生死、不惧铁骨的人。如今庞太师策划谋反，你在这儿买罪，我无功尽废。侠者虽千万人吾往矣，公主不会无功，但她为了两国交集，以柔弱的身躯远嫁他乡，她也是侠。不要再堕落下去了，振作起来，完成你的使命。最关心我的人，换作是你们，你们会怎么选？